大家好，我是李艳秋。我妈妈是一个失智症的患者，我一直在觉得，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发现妈妈的失智症的症状的话，她应该可以获得更好一点的治疗。然后妈妈会唱很多的老歌，树上小鸟啼，江畔帆影移。可是我觉得难过的是，我在唱这些歌给我妈妈听，妈妈都说她想不起来了。我还是会在旁边哼一哼啊，跟她唱一唱啊。其实也不过就是两年前，她还可以跟我一起唱。可是我很想跟妈妈讲的就是，你一点都没有拖累我们，在这样的时间里面，我可以照顾你，其实是我的福气。